乡对于大家来说并不陌生，以前的她可是大家心中当之无愧的美女了。不仅温暖大方，有时候也觉得她非常的有魄力，而且她也收获了让人非常羡慕的婚礼，婚后还有了王诗龄那么可爱的女儿。但是生产之后的她身材也走样了，虽然没有以前好看了，但是很多人依旧还是很喜欢她的。虽然生完女儿身材走样的李湘现在看起来有点臃肿，很富态，看来婚后的李湘过得非常幸福。年轻时的她不仅是湖南台的著名主持人，也参演过很多影视照片，我们也永远忘不掉曾经的李湘参演的影视作品中让我们惊艳的形象。在娱乐圈有很多女明星刚生完孩子就能很快瘦下来，让人非常的羡慕，这在娱乐圈很普遍，但是也是有瘦身不成功的。刚才说的李湘是其中一个，下面我们还要介绍一位跟李湘有类似经历的女明星，她被戏称为澳洲李湘，不用多说，这是个澳洲的女明星了，她就是米兰达可。让我们来看看当了富太后变富太的可现在究竟是怎么样的。说到米兰达可，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她以前是维密的超模，身材是非常的好的，看过她走秀的人一定是非常喜欢她的，她甜美的脸庞和她的好身材，这种差距是非常有冲击力的。可刚生完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身材保持得很好，让大家都非常惊叹她的恢复力，但是当她生二胎的时候结果就不尽如人意了，生完的她身材非常的臃肿，跟之前她还是维密超模的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难道米兰达可真的风光不再了吗？之前米兰达可来中国参加此次活动，从之前官方发出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脸上的笑容依旧很甜美，虽然刚生完二胎之后的她身材走样了，不过关系不大，她现在已经不是当初的超模了，她现在开始自己做生意，已经成了大家心目中完美的女人了。这一点就跟李湘是一样的，很多网友直接表示说这就像欧洲版李湘，虽然好看但是很富态，身材虽然很重要，但是生活的幸福也才是最重要的。身材虽然一去不复返的可和李湘却依旧过得非常的幸福，也有了自己的事业。这两位以前都是非常漂亮的美女，身材以前也都是非常火辣的，现在因为生孩子变胖了，但是这并不能阻碍他们的幸福。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是很像的，你们觉得呢？